我们现在去哪里？先去武器库，对付那些难缠的家伙，需要一把顺手的武器。到这里来，拿这把步枪。这下应该能应付那些异化生物了。解决了，我们得快点找到瑞恩他们，跟我来。这些异化生物是怎么进来的？我也不清楚，异化生物从未如此大规模的进攻过避难所。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这应该是瑞恩他们来的方向。糟了，快上来，他们应该从这条路走了，我们赶快跟上。声音了，声音是从这边传来的，快跟我来。瑞恩，出什么事了？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。哎，其他人呢？抱歉，我辜负了茉莉和大家，避难所只剩下我们几个了。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，要是我们再强一点，大家也许就不会。我看得出来，你已经尽力了。要不是你挺身而出，我就不只是腿受伤了。可是我……先撤离要紧。没错，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，我们要先想办法离开这里。整个避难所恐怕都已经失守，我们还能去哪里？杜家避难所，那是离这里最近的避难所。我认识那里的管理员普利特，他一定能帮忙。跟我来，前面有一条路可以通向外面，希望我们不会再遇到那些异化生物。大家小心，糟了，大家分散射击，注意互相掩护。警告，检测到周围出现大量异常生物。警告，和他硬碰硬不是好办法，先想办法避开他。天，这东西的恢复能力太可怕了。跟我来，我搞不定他。乔，帮我一把，快跟我进来，我们要关上门挡住他。我们进来后就把门关上，把怪物挡在外面。快进来，我们来操作终端把门关上。天哪，这里竟然有一台战甲，我都不知道。得想办法让它动起来，光靠我们阻止不了那些怪物。快来帮我启动战甲。警告，警告，电压异常。妮娅，你先对战甲验证系统进行破解，我们掩护你。好，我尽力快一些，你们坚持住。这套验证系统太复杂了，短时间可能没法破解。
跟紧我，我带你们离开这里。你现在看上去真是太帅了。神经桥链，警告，异化生物正在靠近，警告，异化生物正在靠近。那避难所被荒巢攻陷，现场没有发现幸存者。